电话的机啊。哇！在上面。哎呀，在这边一玩就追，是往哪里？各位现场的嘉宾吉祥，我们舒服生活的开幕即将要开始，请就座，谢谢。在今天呢，我们国际蔬食文化节蔬福生活的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邀请到就是由萧颖所带来的花响鼓乐团带来的这一组绽放组曲。那花响鼓乐团呢，在2015年成立，那同时也代表了台湾到香港、日本以及印尼演出啊，非常具有国际性，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演出。
掌声谢谢花响鼓乐团，非常感谢。各位贵宾，林副市长、宝和尚、洪立伟、义工法师，还有柯主席，以及赵总会长，以及赛场的所有的贵宾，大家吉祥，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所有的嘉宾莅临2023年国际蔬食文化节“蔬福生活”的开幕啊！我们人间福报呢，以及呢，中华福报生活推广协会呢，秉持着蔬食环保爱地球的精神，已经持续了15年的蔬食文化节。今年呢，也规划了9大主题、20大体验，同时在5月13号国定佛诞节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国定佛诞节的浴佛祈福法会，为全民以及全世界祈福。